好像是从泰国寄过来，没有几天就收到。就是我等他发货的时间还没有他真的从泰国寄到韩国的时间用的久。哇，比我想的要大一倍，好大，是那种大的杂志的大小。不过还挺，不算厚。我其实对这个写真没有很大期待，因为之前在那个推特上看了别人的，就是说他好多的内页都是，就是那个夹缝正好放在人脸的地方。但是怎么说呢，第一本写真，而且就是第一次他俩去，就是他俩都很喜欢的那次旅行，他肯定是要支持。然后我还买了两本，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两本。所以大家如果有在韩国的，如果有想入这个写真的，麻烦看看我，我想要出一本。因为其实我买两本的唯一原因就是，我觉得反正 EMS 邮费那么贵，我不买两本我岂不是亏啊？为了邮费的性价比买了两本写真，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沉哦。那真的好沉呢，真的，我不是付了额外的邮费吗？这真的小于1公斤吗？真的好沉呢。啊，不管了，买就买了，反正已经买了。现在严重怀疑人生，严重怀疑我付了超过1公斤的邮费。啊，不管了不管了，儿子的第一份写真，怎么说呢？这是真的好沉呢，很沉。对比一下大小。咱对比了个寂寞，再打开看一下吧。就它是那种，它这种装订嘛，我就不敢把它，就这样直接翻开，又很用力的翻开，就感觉随时会开胶，你知道吧？这个封面就很，怎么说呢，挺薄的。这个写真嘛，给我的质感就像是那种你去比较稍微高档一点的酒店会给你的那种杂志的感觉。就属于它作为一个写真，因为我之前混韩圈的嘛，就是也买过人家的写真，你跟人家那种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你说它是杂志吧，它又比一般的杂志稍微厚实那么一点点。OK，不重要不重要，里面照片比较重要。不是，就这么两套衣服一整本拍完吧？我觉得啦，这个不能叫写真，这个就是旅行纪念册的感觉。哪有这么随便拍的写真呢？自我合理化，胜在自我合理化。你看，它就这样，它就会把中间卡掉，就很烦。但是儿子是好看的，哇，这选图是认真的。糊出风采，糊出了 CP 感，两边都是糊的。哎呦我的妈！看看咱哥这大长腿，这个应该就是他俩，是他俩互相拍的。这个图我推特有见过。哦对，还有这种，就正好卡中间的。哎呦，哦这张，哦，我最喜欢的这张，我记得是弟弟拍的。哎，如果他能再写这个都标明就好了，哪张是弟弟拍的，哪张是哥哥拍的，然后就他明明可以把它横着这样放起来，为什么要搞这样？不好意思，我戾气比较重，因为我本身我是永远不能和蜡笔小新和解的，因为种种事情。但不妨碍我看哥哥弟弟是吧？乍一看，哎，我那么大的一个哥呢，在这里，哈哈。就这种啊，你现在要心里做好那个心理准备，不然你收到就会失望。我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现在就只是无语的心情。这种一看那个滤镜和
就感觉，就感觉是从大家手机里扒出来的，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就这个写真嘛，就是更像是记录他们俩那一次旅行的一个很，知道了，就像你把你和男朋友出去旅行的照片回来，哎，想说留个纪念吧，于是去淘宝去搜了一下，去印了一本，就那种感觉。就这张好看，绝美锁骨，绝美蛋。我去采访，我真的，真好。哎，你不觉得呀？记住这个表情，有点可爱。真的，整本就两套衣服，我看。哦，出现了第三套衣服，不好意思，迅速打脸了。啊，这排版我真的，哦，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互相拍的，这个肯定是互相拍，这种还蛮好的。嗯，就这种照片就很像，一看就是从他俩的那个手机里扒出来的。我跟你说，这个写真就买了，就是看他俩当时旅行的那个感觉，就你不能把它作为一本写真来看。这个缝，我谢谢你没有直接卡到他们脸上，好可爱。虽然我的注意力是，弟弟的腋下好干净哦。哎呦我天，这张不是封面吗？封面那么好看的一张，然后你弄成这样，就生生把人家卡开。我已经翻了一半了，我还在吐槽排版。喜欢这张，喜欢这张。这个是不是他俩在后面的沙发上，感觉就是度过二人世界的时候，突然被抓包的那种感觉？绝美排版！啊，我真的，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看到这里还是，哎，就我知道会应该会有大大夫拆解扫描，默默的蹲一个。啊，这张可爱！真的就弄啥嘞？哦，这张弟弟发过的，最后有两个人的信，但这个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哈，就在感谢赞助商之类的哦。还有一张牵手，哎，这个是弟弟方向的，刚刚那个是哥哥方向的，但也是卡掉了。这个对面的那个印出来的那个摄影师就是我，我跟你说那就是我，我没有证据，但那就是我。那么大一个弟弟又不见了，这回换哥哥不见。哎呦我的天！
一下。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啊，就这样吧。